亚利桑那大学在北美是第一接队的啊，这个研究机构或是我说大学。亚利桑那大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，尽管我在商学院，但同时我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接触到其他不同学院的人，所以在这里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然后遇见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不同背景、不同文化的人，是一件我非常乐意干的事情。两年之内呢，他们会跟一些公司合作啊，很像放暑假的时候，他们会和一些公司合作，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可以造就一些就业机会啊，然后可以得到一些工作经验。在图森，尽管它是一个边境城市，但是它在这里你基本上能找到很多各种各样国家的美食。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讲，能在这个地方找到中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图森有差不多有4到5家非常正宗的中餐馆，所以如果你决定来图森，吃饭问题绝对不是一件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我们不仅有来自 NASA 的这种 funding，而且还有来自像是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这种在美国非常非常这种有权威的这种机构，他们给予我们的帮助与支持。